学会沉默，学会忍耐，学会放手，学会看清这个世界的冷漠。他们对你说你要面对现实，别妄想改变，空想成功，学会面对这个世界的真实。到底怎样算是真实？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畏惧何时开始更迟，从不敢正视到反抗政治，我就用了发条，像是梦想的发条持续发酵。战斗不停的勇者，有没有新意？打开看看，才知道嘛。我说杨大少爷，你这是有事儿得求我呀，有话您就直说，别这么浪费啊。那个小琪，我等会儿，你等一下。哎哥，什么？思雨不见了？好好好，我现在马上过来。好好好，那个思雨不见了，我现在得赶紧过去一趟。你的事儿急吗？不急的话回头再说啊。急，我着急。高俊这个臭小子是不是克我呀？自己玩玩失踪，现在女朋友又失踪，能不能有点心意啊？老子表白呢。你来不来？啊，来，来了。思雨在吗？我要见她。小姐人不在，你请回吧。求你了，求你了，让我见见思雨吧。你请回吧，我要见思雨。思雨，思雨。你在不在？思雨，思雨现在不想见你，你走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突然不想见我？是不是你们把他禁锢起来了？高俊，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思雨怎么会这么痛苦？如果你真的那么在乎他，你怎么会让他在你和聂总之间去做出选择？现在又跑过来惺惺作态，早干嘛去了？我，思雨啊，有些人有些事就是用来成长的，记得也好忘记也罢，都是经历。
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。师兄你放开我。不要，求你不要离开我。我是个对设计要求很严格的人。嗯。我不管你是为了谁来，不管你有什么背景，嗯，我对你的要求绝不放松。哪里是妻管严，明明就是个工作狂。不要走，老毛病又犯了啊！领口的设计要放开一点。哦，好吧。真严厉。等一下，季师傅指教。这是鼓励，去吧。遵命，坏师傅。赔钱！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，我已经报警了。思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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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思雨，我觉得我有必要解释一下，我和杨怡没有和好，也不会和好。师父，你不说了，你不会跟他和好的吗？你为什么要生气？你喜欢宁宇是吧？好啊，我陪你。这一切与你无关。与我无关，与我无关。你总说与我无关，可是我喜欢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开心我就开心，你伤心我就伤心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让你看到我，高俊，我聂思雨喜欢你。思雨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我们和好好不好？要分手的是你，要复合的也是你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你订这家餐厅的原因我就不追究了，但请你以后收起你那些小心思好吗？美女，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啊，哥哥陪陪你呗。
别碰我，走开。哎，走嘛。走开。嗯。我女朋友酒量不好，你再不走我就要报警了。就你多管闲事是吧？你给老子等着。掌声有请我们的天才设计师、品力创始人高俊先生。我知道品力让你失去了很多，现在有一个机会去开拓华东市场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呢？好吧，那我安排你下周就离开，到了那边我会安排一个老朋友接待你。好，可以安排在时尚之王比赛以后吗？聂总，您的意思呢？嗯，谢谢。嗯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其实刚刚那场秀，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。它的设计灵感呢，是来自于一个
对我很重要的人，在我平步青云的时候一直狠狠地敲打着我，在我跌入低谷的时候却默默地陪在我身边。我一直没有很认真地去感谢过他。今天在这个舞台上，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对他说一声谢谢，谢谢你能让我你曾经和我说过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去了解你，甚至试图去绑架你，去改变你，那是他们不懂得你的美，不懂得你的追求。从今天以后，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，为你遮风挡雨，让你自由自在地做你自己。希望你能够接受我，时尚之王精彩纷呈，同时也故事不断。高俊和杨迪都为大家贡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时尚对决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曾经时尚界的竞争对手，现在事业上的合作伙伴高俊和杨迪，还有我们的颁奖嘉宾，时尚之王评审委员会的轮值主席，正邦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杨科夫先生为我们宣读结果。一年前有人让我预言第十届时尚之王的获奖者，我说两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时尚之王，这句话未必没有价值，但是又出乎意料。我们六位评审在最后的投票结果是3-3，高俊和杨迪打成了平手。最后我们一致决定，本届时尚之王将由高俊、杨迪一同获得，恭喜他们。高俊，恭喜了。谢谢。这是思雨给你的信。高俊师傅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搭上了前往美国纽约的飞机。师傅，开快一点，拜托了，快一点。我知道这个决定对于你来说很痛苦，但是为了能够与你站在同一个高度，我必须离开你，独自去探寻。
有些爱情从一开始就已经定下了结局，但是我们却依旧前赴后继，仿佛爱情本来就应该如此伤痕累累，如此疲惫。然后我们各自长出了坚硬的鳞片，从此坚不可摧。师父，我不在的日子希望你一切安好。齐少，我走了，祝福你和杨迪，我们有缘再见。在新酿造出来的红酒中，选一支最好的拿过来。嗯，好。我最爱是酒，每一支酒从采摘到酿造再到温度的精心保存，都需要时间和耐心来沉淀。这一支我会用以后每一年的四季来守护，将它独一无二的甘甜珍藏在心中，酒名就叫做四雨。我也会衷心祝福你和哥哥，希望有一天你回来，我们一起开启这瓶酒。我们到底为何这么煞费苦心去帮助高俊和杨迪？你知道为什么猎人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捕获猎物吗？因为猎人擅长画地为牢，无论是狼或者是羊，只要进入了这个圈，最终必定是猎人的囊中之物。